中了，应该是九班吧，这个水很浊啊，都是要是很表层。西哥，西哥到现在还没钓到一只九班呢，偷到的。哎，西哥，哇，大西哥哎，哦，大红猫，哎，勾到了。哇哩嘞，这边本来大红猫就很多了。哇，不是勾到的啦，它是绕过了这个筛。哦，这只蛮大的呢，它是绕过这个筛啊，你看，惊起来啊。现在起来脆冰，大概22了、哦。来来来，哦，这只有应该有22了，很粗哎。中了，刚刚看到红色的，应该是红猫，大红猫。水浊的是钓，西哥都乱咬了。哦，比刚刚那只小一点，哦，也不错啦，比刚刚那只小一点，但是比较鲜艳一点。这只比这只小，但是比较鲜艳，蛮胖的哈、哦。这只就更粗了哦，一下那个粗啊。这一段如果水流强一点的话，西哥全部都在这一段，咬会咬到翻掉。哦哦哦，这不吃，这东西在吃，你知道？丢啊啦，有无？我讲这东西在吃。哦，又搁是开口啊！大红鸟，水路拢叫大红鸟。哦，喜欢大红猫的，如果今天来，应该爽死。我是没什么感觉啦。这个水坝刚好在那个排沙、啊，上面是没下雨，但是它在排沙，所以水是浊的。嗯，哦，卸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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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轻松放轻松。哦，那加龙就抽了，中了，感觉又是那个昂喵的感觉，比较牵得动啦。它虽然重，但是牵得动。如果是九班的话，感觉比较难牵。对啊，白白的，又是大红猫了。哦，一直拢哦，这只敢那扩较大只啊！安尼啊喂，哇塞，越来越大只！啊啊，我的红猫跑掉了。哎，今天红猫要做一下记录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做一下记录。对，还先不能放。哇，我靠，我靠！哇你嘞，这是最大，阿娘喂，阿娘喂，阿娘喂，哇，这是大概23了，我靠，比较比较较粗，拢粗的，拢粗的，我先抓去绑好啊，不看缺氧，中了，红猫啦，这只红猫游过来我就看到了。大红猫游过来，我就看到它游很水表，所以我就放给它吃。你看鱼拢烧在边啊！哎，今天红猫拢这款的吼！哎哎哎哎哎，卖冲动，卖冲动！凊彩拢二十个。